今年感觉会输比较多，莫名的团战，然后连败的时候，心态上确实和氛围上感觉都不是很好，然后后面还是感觉时间不是很够。我相信你们都是清楚的，很清楚。但我们去年跟今年的改变，就有个点为什么不一样，就是我们改变得很快，每一把输完之后，我们的教训是能吸收到的。但今年其实我们改变得有点慢，改变真的有点慢。就那时候，常规赛一直被零比二嘛，然后那时候就有点无头苍蝇了，找不到方向了。滔搏又来了一波滔石玉泥啊！万师傅就打大龙，压力还是会，就是有一点的，就怎么想就是，不想比去年打得差。那这样我们要恭喜滔搏3-1拿下对手，先上 nice， 上 nic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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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杰哥 ，nice nice nice 天上 nice 吧。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经历了，所以下一赛如果真遇到这种情况，就是会，我觉得会调整更快一点。我们只有从失败中寻找胜利，在绝望中寻求希望。赛季的初章从打破首战失利的魔咒开始，久违的好友，重新组合的阵容，大家协力扬起新帆，一起奔赴蔚蓝的星辰。希望跨国新的一年可以继续加油。看到这个三，我们老宋的滔搏的首战，我们今天刚好，我也说一下，浩哥不在，但是呢，我们不能像世界赛一样，我们这个年前就给他交一个满贯，大家拿下好吧，专注一下，专注一下，他们一般开启都不行，新气象，新的气象，好吧，来，3-2-1，加油！我觉得一开始打之前的目标是进 MSI， 然后。因为没有打过 MSI， 所以还是非常期待的。就今年名额变成2个。他说来之后，我觉得就是因为我感觉我们的整体配置什么的其实不是很差。然后现在前半段的话，我觉得打的还是比较好的。看能不能给小大爹有机会，杀两个了要，三个了，给我回血，奇迹落爆了。蓝色他们最近比赛太多了，所以有一个点就是。抢扫就是默认的，然后非常喜欢抓单，这是非常非常喜欢抓单的一个队伍。现在基本上你可以看到，他只要在一片视野，就是往单边靠的一片视野，然后他打野一定会在蹲抓线的人。直接这有点危险，直接被顶到，交了个闪现，跟闪现再接一剑 ，JClub 稳稳将其收下。而且你们如果下面打得好的话，是有机会就是给他方压力，因为对面可能会随时开。兄妹，一个横向甩狙，直接甩你的后排。哎，上！回来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打正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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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正面。上上上！哎，不推躲，干死！哎，下来，别动！拿下，有气泡，有气泡，有气泡！来！看吗？哎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Nice！ 推过来，双 C， 双 C 直接爆炸了，可能要结束比赛。小龙豹也是被沙皇乱捅，鳄鱼开大招。看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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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我！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有一吗？有一吗？当时我们的队伍的磨合情况还比较好，因为打很多队伍，因为胜率都是蛮高的。他就拿了那个女的，他们拿上去了，然后我们上面了。打完他第二场一个回合，这队算特别的完美的配合，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是打得可以越来越好，所以这才是我们最厉害的一点。
春季赛赛程过半，我们以8-2的成绩占据联赛前列。然而，风平浪静从不是大海的常态，暗处的漩涡露出水面，原本清晰的航线一下子变得扑朔迷离。我觉得那时候我们是比较有信心的，然后我自己觉得是我们是很有状态，然后就算是一个比较好的状态。集中，让我们争回自己的主动权，好吧？来，三二一，加油！啊，你先在草丛里攒个晕出来。瞎子，哎呦，我操，等等吧，慢点，你。阿尼，慢点，我再看。你没闪。垫子挣脱了，来自旁边斯考特的输出也很猛烈，就能一下子把三个人炸散。但是斯考特炸散过后，自己得跑。哎呦，盲僧从上而下。我怎么？啊，不行。就是幺二给我出来去那个河道。我感觉我被打断了，就下次别按你的，只能杀九桶，杀个没杀的九桶了。其实就能暴露出很多问题吧，就比如说团战打得不好什么的，然后或者是有各种就是看起来很不协调的动作。他们想断线，他们想断线。安妮直接被秒掉了，第一时间被秒了。同时，盲僧交出自己的第一条命。这一波 ，Rook 的位置是很好的 ，Mark 先被处理掉。前面刚说好了，我们就保 C 位打。我们蓝方和尿布团是怎么赢的？我们就保着 C 位打。团打得太乱了，我怎么就把前面优势以为处理好？送你点毒。我觉得的话，可能首先是压力会给到情绪上的一点就是不稳定性，就游戏方面的话就是可能没有做好，然后加上那天就发挥的也不是特别好。前面我们中业谱的执行力也很差，我们先把这个改掉，再改其他的问题。我们只要把这个点改掉，我们就看起来很稳，就稳定特别多。因为我们这个点没做到，所以看起来我们以劣势就打不了，优势很容易送出去，就这么简单。暴风雨来得猝不及防，它砸在船只的甲板上，撞击出巨大的声响。输完零之后，其实剩下就后面那两场的话，就是觉得就说实话就是没什么时间调整，加上输了很多，然后平常宣赛也没有怎么赢，然后配合很差，会导致就整体气氛就是可能没有那么好。还在穷追不舍的追小田，其他几个人已经直扑基地。老干爹，赛季末的老干爹 ！Oh my god！ 老干爹不斩无名之辈。那时候连败了嘛，所有调整都做了挺多的，然后教练也当时走了嘛，然后当时我们自己当时也一直输嘛，然后就找不到什么方向，就感觉我们有点输上头了，说实话。我那波应该就是把那个位喊过来，把那个上路给越了，这样的话我们有位能推掉，然后有可能把那个高地塔都没了，对面。就是我自己的感觉就是没什么打团赢的信心吧，然后会比较着急。当那一段时间就是在选人上，我们也没有摸到非常好的那种适应的感觉。压力肯定是会有，就是我觉得就那个时候大家其实都有压力，但是就是比赛上发挥的话，其实我感觉大家也都是比较积极的，然后平常训练的话也都是算提着一口气，也没有说那种啊，已经输成这样了，然后后面也不怎么好好打，也其实也没有这种情况。我们知道目标是什么，虽然现在看起来很远，但是总有人创造过奇迹，对不对？于我而言，季后赛从来都不是目标，赢 OMG， 赢 TT， 赢老干爹，甚至赢你，从来都不是目标。
我只是希望看到大家跌到低谷的时候能够往好的方向调整。五连败，训练室的空气变得异常沉闷。常规赛收官在即，我们需要对队伍的氛围做出一些改变。给我吧，哥们儿，给你的，给你的。去年世界赛实力的话，就是对我来说没有太大影响吧。我觉得我自己要更加自信一点，就是跟魏守一招，心态就不要去再想世界赛输了这件事，就是感觉已经翻篇了。好，相信是时候刷新大家对你的印象。好，王刚打就在明天。然后就是，方面是当时输太多了，然后今天游戏内容上感觉就也没有之前那么就是游刃有余嘛。然后想着就是反正就最后一场了嘛。然后季后赛的话也可以给他调整，就是调整的时间。如果他就是后面也能顶，换个上单，然后我们也能今天再换个气氛。TOP 对阵 FunPlus， 两边选手们都已经准备就绪，那这场将是 TOP 的正品之战。想做比赛啊，兄弟们！黄神之战，来，想做比赛，黄神你来喊吧，我们好，好，三二八打，你喊三二一啊，你喊三二一吧，三二一，加油！很久没怎么燃过，今天黄色头像吗？燃起来了，黄色头像，今天只玩黄色头像，只玩一只。打 FunPlus 的时候感觉。刚开始下场的时候会有点小紧张，因为人很多嘛，也是很少打这种有观众的比赛。后面就还是，又是黑洞先压制，方 plus 位置其实已经比较差了，就能照回来，照回来，慢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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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谁慢点？哎，胜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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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准备死了，拿上！前面动，但是你要就是要适应这种有观众的场次。不知道，没事吧，黄神？太久没打，没事吧，黄神？可以说那种话的原因就是，如果去年一直打有观众的比赛的话，可能世界赛结果会好一点，因为心态会好一点，然后在场上的时候也不会太怕。先走凯林吧，走野区。他们去哪啊？这里有，哎，到了，有，来来，有秒了，说实话，哇！我这把伤害绝对最高，我跟你讲。说实话，到达了五万伤害，兄弟。说实话，这把怎么？周总有那味儿，有那味了吗？还可以吗？还可以，还可以，好色一些。你可以叫我一声黄神吗？当时就是觉得，如果是以前的状态的话，可能我们对面卡拉丁16级的时候，我们基地已经爆了。然后，但是我们还是自己找机会就打回来了，就是可能就是说明我们当时的那个。团战的状态会调整回来一点吗？当时就是比较兴奋吧，就是很久没有赢比赛了。滔博就是结束了常规赛赛程的比赛嘛，然后你对季后赛有什么目标吗？赢下每一场。季后赛又是一个新的起点。我们带着不输给赛季初的士气，鼓帆而上，迎来了第一场与 WE 的对决。而在今天下半区的对决当中，滔博与 WE 将展开激烈厮杀，而赢的队伍将会在后天去面对 OMG。放一个什么很笑料，但是什么东西呢？啊，接上我没有。大声语，接上我还有三秒，直接收，直接收。那到那个五楼那个位置就。玩大呀，玩你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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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主打的是什么？主打的是东征，老百分百胜利，江东征，你们把你们的八千年，我们就说拔，三二一拔 ，OK， 三二一拔，三二一啊，是不是三二一拔？三二一 ，OK， 来，三二一拔。
不，就贾斯很好了。贾斯，我觉得贾斯不好，贾斯这把不是很好，这把控制太多了。对对对对对，需要拉夫那个选手怎么打你？嗯，就奥拉吧，就奥拉吧。我觉得我打他一下，可以可以，奥拉。好，可以。打大 B 之前就只恢复到30%到40%吧，因为我觉得在我心里，我们的上限还是很高的。其实没有做什么特别的准备，因为其实我们没有特别多的时间，而且我们有很多英雄是就是不太熟悉的。中间兵线已经到了，魏这边在蓄自己的 Q， 但他上得去吗？脚底下有一个救赎给 W 中将回了一口血，正面娜美来了，大招开出来，第二个塔也要倒了，没有塔。轻妙复活，轻妙复活，轻妙复活，两百两百，我觉得有机会，有机会，来来，开一滴，开一滴。我卖了，我卖了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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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能追，能追，直接双踩踩死两个，这一波滔博守住了。艾特，艾特，非常非常。嗯，是，我觉得第一把从头到尾我都没有觉得就是我们会输吧，然后我觉得我们阵容是很好打的，然后因为前面比较突然嘛，感觉大家有点紧张，然后后面的话就是我们还是稳住了。看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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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了 ，biu biu 又被消耗，小田直接 Q 杀，看看后部，后部有春哥甲的，先把小田解决。后部这边春哥甲站起来是没有闪现的，能不能压住这个起身？先杀一个，先杀大师。就在第一场赢下来之后的话，对我们后面的信心帮助还是蛮大的。翻牌之后就信心就有点暴增了，比较在意一点是想着后面就不能这么死，然后后面算整个人就比较清醒，比较正常。先杀了，先杀了，先杀了，杀吧，杀杀杀杀杀了，先杀等，先杀等，先杀等。侧面先把横给解决 ，BBG 往塔下走 ，Weaver 的也上来配合 ，Jacky 直接拿到一个三杀。那这样我们要恭喜滔博，在今天的第七面对第十的季后赛第一轮当中，3-1拿下对手。明天的 WE， 还好吧，就是因为隔一天就要比赛，所以其实没什么感觉，但是要好好调整。赛季中途的几次调整初见成效，但我们深知需要改正和解决的问题还有很多。小天加油，杰克加油，大黄加油。那你给他拍，你这个拍给那个给我们带一下。左边还是右边？我觉得是。啊，是吧？有电，快有电，从那边。知道叫什么了？知道叫什么了？好，好，完了，完了，欢迎，欢迎，起来，起来！3、2、1，跑！打团注意找一下狐狸的绕后，对对对。然后那个泽利大招在续的时候，你们多沟通一下。Okay, 他们就他泽利大招结束，打团应该很好打。别带进化吧，我们能拉扯的话，尽量好好拉扯。因为就是 OMG 的话，觉得他们上路就是玩的花活会比较多，比较看就是打野的节奏，就是讲的是针对一下他们上中野，然后这样去打。听后面了，听后面了。狐狸没夜，狐狸没夜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回来，回来，慢来看。底部的伤害，奎尔已经被打残了，并且又吃了一炮。右前去前排山鸡先去扛，但是娜美的海浪也过来了。有有有有。放了个 Q 技能给他，但是后排杰克劳比也要背起了猴子这波，但是还是要被杰克劳所融化。一把局面比较可控，就是没有出现什么失误，然后就按照阵容的特性就是慢慢就拧下来了。我在扛，我在扛，我大了，我大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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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一下，看一下，很多，很多。山鸡给融化掉了，最终的山鸡倒掉 ，Able 也要被阿卡丽一顿狂切猛砍，自己总算是一个。哇！可以。第一把的话，其实我给我的感觉就是，因为我们阵容来说，就是其实比较全能的，就是能打团也能对线。第一把赢了这么顺利的原因就是，我们状态也挺好的，然后也没有失误。那个大黄，你准备一下，应该是不太的兰博，辛德拉的有可能，武器是吧？黄仁勋，你能顶得住吗？我也可以刷上来。后面待的差不多，都能打。对面带线玩不了，对吧？相信就完事了。当时肯定是知道山鸡是有几个比较绝活的英雄，我们当时是，那应该是算我们就是在我们意料之中的选择。
来有就杀，谁看他？对面中路中路，我也来，蓝宝蓝的。定，但特拉特拉跑走了，而阿 K 也分成交过来。七哥来了这个位置，哦，三七线过来了，火跑瞬间要 cos 小天，要拿下一波 double Q 了，这个蓝宝从天而降。确实当时就是没有预料到，就是他会这样频繁的不对线，然后来下路，影响到下路的平衡。感觉还可以看，这波可以看，他猴子没大了。其实这个塔，哎，我操，没有死。甩狙没甩到，被点死了，被点死了，还差一下，小闪了，过来之后大招撒，烤死了，我直接把旁边猪妹给烤死了。首先是觉得，没应对好，然后觉得他兰博也算是给了我们压力吧，所以后面也就干脆不放。下一把思路，我选蓝色方，然后我的分位是给一个兰博，然后兰博给他一个尊重吧。他有这辆残疾，压力肯定有，因为我知道输了会很不好看，所以在面对他的时候会更想赢一些。不想看蜘蛛，就不能看，就不能看，能看吗？可以看，可以看。蜘蛛看我，看我，收！走！加速！加速！结束！Nice！过了一波，一波了！收了！扛着，扛着！看了，看了。其实没有想过特别困难，因为我觉得编舞就是一个就是见招拆招的一个环节，然后状态也是就是慢慢提升的可能。你就小炮呗，那你应该隔温了。等一下，我就小炮吧。隔温小炮是吧？对，真的真的就小炮可以，小炮可以，我们团战前双射手。隔温炮隔温是吧？第四把的话，给我感觉就是我们的阵容得打得非常，首先要打得非常好。他要送塔，我不去了，吃经验，还行，我觉得我这样六级很快。危险啊！山鸡想送塔，要送塔了。山鸡有幽灵疾步，送塔的一个距离应该是够了，可以送到了。看一下，我要拉下，看了，看这边，阿甘尼的杀，输出空间，这个时候 Cream 要被他单击杀给点掉了。Jack Love 向前的闪现，打了波输出之后再打。其实觉得我们其实是比较需要时间的，然后确实发挥的不是很好那种阵容。因为到了第五把，我觉得就是一个拼心态的跟拼耐力的时候，然后就看各自发挥吧。我把黄色赢了，一选黄色，选上扫描了。加油，兄弟们！加油！还没干什么？加油！战歌起！大家加油！你自己选，决胜局，你自己选。大虫子也可以，如果你有自信的话。你自己选，别留遗憾，真的。你自己选，说。来，时间来不及了。黄色，Go Go。黄色吧，OK。相信。可以。第五局是，我想主动一点嘛，然后后面也是选了那，然后后面想带线，然后让队友来帮我嘛，然后后面就劣势，就带不了线了。大招用，啊，好吧，啊，不行，哎，我没 Q 出来，我操！先那把就是前面有两波判断上，就是比较有问题嘛。有一波是应该去下路的，然后但是去中路去杀狐狸的，然后打之前也没有特别想清楚吧，然后操作上还有点失误，然后后面就感觉非常困难。我先不露头了，等他们开。他们下次应该再打了。应该再动。放个眼。没照。让我大的。要看。亲到了，有双金蛋勾到了，能秒掉吗？肯定被秒死了。辅助给斩杀，这个时候冰封雷默想去动狐狸，在屏幕的左侧动到了狐狸。狐狸开的这种金身，如果自己也必须开这种金身。哎，红白刀的厄斐琉斯往旁边就能够闪现。
第五局输的时候，唉，心情很不好，因为感觉什么都干不了，就输了，就很烦。就是出了很多意外，就是赛季之前完全没有预想到的情况，就是意外发生了又没有办法好的办法解决，然后就只能靠大家自己就是调整，就是调整的不够吧。输完之后我觉得就是还是比较，当时是比较失落的，因为觉得不应该就是会结束这么早，然后后面一想就是可能前面就是也还是得团结起来，自己就我们自己好好练。然后当翻的时候就肯定会特别忙，但是实际上还是有人回家的，还是有人出现对粉丝观众想说的就是成绩太烂让你们挺失望的，我是觉得下届赛通过大家的努力然后大家的配合，觉得下届赛也拿出一个满意的答卷给大家。现在其实这样大家也算是比较可惜，只是希望等着我们好好调整，下一赛再来。我们只有从失败中寻找胜利，在绝望中寻求希望。做得到吗？请试试。自己大声的讲一次，我能做到的。我能做到的。大声点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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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